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那么呢，今天节目上呢，就一个重点而已。什么重点？就像车标所写的。当然啦，有些投资人觉得说啊，周老师，我买不起千金股，你搞个公这些好朋友。我跟你讲啦，我们服务是分阶段的嘛。今天我为什么特别针对千金股？而且我今天先分享这三只啊，好不好？因为千金股有十几只嘛，我不可能每一档都分享。那为什么挑这三档？当然有我的道理在了。我们等一下来点，好不好？等一下来跟大家解了。然后呢，再来我们手上有一档百元股，今天喷出了，差一点点涨停板，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接牌没有差的啦。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跟他提到过，我说最近的 AI 股啊，你不能只看双红跟旗红哦，你懂我意思吗？特别是刚才看这两支哦，都要表演哦。事实上不是每一档都像双红七红这样子涨啊，所以我上礼拜是不是跟他讲，我说拨一点钱啊，买一点跟 AI 没关的，我给的建议是不是很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百元股，我告诉大家好了，它就是跟 AI 没关系的哦。今天喷出虽然没有亮灯涨停，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啦，已经离我们的成本蛮远的，所以我觉得公开给大家做个见证。听清楚见证，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啦。然后再来，昨天强强棍的这个 MX 昨天攻涨停嘛，今天压回嘛。那我们今天做了一个限股冲，等一下跟他做个报告了。那当然，我相信以 MX 最近的这个涨势来讲的话，我觉得啦，股票都是这样子，都是涨一段整理一段，涨一段整理一段。啊，那个都细水长流啦。涨了涨了，不知不觉中，哇，我跟你讲，就变成一个翻倍的标股哦。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所以说今天呢，我会针对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了。那当然有些股票今天的股票也不错了。你看像这个，很多人在问那个高利，我也跟他建议过了。我建议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卖的，你就加来问我好了，好不好？还有包括像这个今天大中，也是差一点点攻涨停板。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进退的，假设万一不信你有，我们不能讲不信了，万一你有赚到的，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卖的话，都非常欢迎你可以今天。好不好？加来都可以透过这 line 来询问啦、啊。好，我们来先讲个股，等一下再回来讲千金股的部分好了，好不好？今天先把顺序重新理一下好了。我们现在接牌好了啦。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他提醒过嘛？我说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 AI 嘛，对不对？因为有些 AI 股现在真的没有所谓低档的优势存在了，所以我上礼拜跟他提醒过，我说听我一个建议啦。买点跟 AI 没有关的，跟 AI 没有关的，我觉得接下来应该是比较有利可图了。所以我上个礼拜是不是跟他分享这一档？这边写得清楚嘛？你看，受惠于国内外旅游热潮、银行的换卡潮，然后研发这个 RFID 的射频天线的技术也取得美国的专利了，那这也会成为未来整个加密钱包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好了，我也不去跟大家多卖个关子了。这是哪一档呢？这是哪一档的？来，这个呢，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跟他提到过嘛？一个整个黄金右脚的概念。我是不是说过，现在卡位正是时候？这是哪一档？来，我们直接接牌的啦。我相信这个会员都可以做见证。哇，没给公杀了。这个就是6953的什么台湾民版。今天差一点点涨停板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了。6593来，差一点点了。但是今天它是创新高的。那为什么我刚才讲它是一个黄金右脚的概念？有没有看到刚好是一个低点？都要爬出来做爬箱卡嘛。就是我跟他讲的嘛，对不对？有时候右脚要比左脚低，有时候右脚要比左脚高，但是都没有关系。但是基本上来讲，它都符合我们在布局这种跌升反弹的股票的一个概念。这种做法就很像当初我在推荐大家买联雅啦，买这个高利的道理是一样的嘛。所以记不记得我跟他提到过，我说你不要忽视这个黄金右脚的爆发力啦。那我们会员是买在144块附近，我们看到扣讯这边都有了，这巴西的西扣，你看都是在一个相对的低档提醒大家买的，三位在意。那我是不是隔天跟他提醒了？我们字卡上面有压时间嘛，我们看到3月12号，这边让我吸干的哦，有时候分享太多股票，我自己会忘记，所以字卡上面会注记时间，然后来给大家做见证。我们是在隔天3月12号分享的，在利迪家。所以如果你就算不是11号买的，你12号买的，你有大概买在145-146左右都 OK 的。你看今天多少，今天最高已经将近多少，177了。
虽然太唔加钱啦，但是我个人觉得，你觉得我的建议好不好？你去看嘛，为什么我要给他建议说暂时先不要去布局那些 AI 的概念股？你看这个的情程，就问一个这段时间你够有去？无嘛？这个叫做什么？技嘉给那个创新低，这都是 AI 的概念股哦。哎，你看他今天创新低哦，没错吧？哎，今天对了，你可能说啊，周老师他今天盘跌嘛，创新低又怎么样？请问他是今天开始跌的吗？广达。一堆人在问的嘛，好啦，还没有跌，问的是最近也没有什么涨啊。好，伟创，我还是在这里嘛，对不对？所以我上礼拜为什么跟他说，我们哦不要把所有的鸡蛋全部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有些蛋拿出来干嘛？把它煎成荷包蛋啊，对不？可以煮水煮蛋嘛，后嘛。所以哦，为什么跟他提到说来布局一些哦我看好的百元股？好，那当然了，这个股票哦，给大家做个，我不能说做参考了，哦，给大家做个见证，是不是如同我讲的，精选黄金右脚卡位正是时候，台湾明白，对不？没错吧？没了事不？没想给点啦，但是这种买法就很像当初我在跟他提到的，对不对？买联雅，对不对？买高利，一模一样的做法。阿伯要走吼，我还是那句话，等会靠好通跟上周老师的脚步了。好，好，那我们也恭喜今天手上有这个啊、哦、台湾民版的这些投资朋友，不管是会员或者是赖好友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股票我觉得分享给大家了哈、哦。我公今天我分享的股票也非常的多了啦，也真的没有差这一两档哈、哦，给大家就是做见证了哈、哦，做见证了哈、哦。好，那再来我们再来聊一下最近这个 MX 好了，今天了，那我们等一下。就开始在聊千金股的部分，那今天的 MS 其实它今天这种做法我也不意外，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涨停板要先出嘛，涨一波涨停板嘛，上关大概多少395嘛，就没个400，它面临到一个关卡稍微震荡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昨天先出嘛，对不对？没错吧？那先出能可不可以把它接回？所以投资人你要了解到，就是说像有些股票，像 MS， 它今天它因为它没有融资啊，它不能用信用交易，那怎么办呢？所以哈、哦，比较辛苦一点，好、哦，比较辛苦一点。来给大家看我今天怎么做的，给刚谈了还没散。今天3月20号早盘 ，call 讯写，昨天有卖出 MS 的专家差的，建议365块附近买回来。哦，365你家，今天最低杀到363嘛，好、哦，所以我 call 365刚刚好了。有人可能买在366，有人可能买在364，但是都没有关系，反正我是 call 365了。然后后来 MS 不是有上去吗？我这边有建议，我说早盘有买进 MS 的会员执行限股冲，下面叫做限股冲。我们现在手上是不是有 MS 的限股？我们没有出清哦，昨天涨停板出的是出成本高的、啊，大家听我意思吧，我们是把成本比较高的，可能有人买在280，有人买在290的，这个先出嘛。哦、哪怕你追在318的都可以先出嘛，因为昨天追高到395嘛，那我们昨天把它出掉嘛，那你低成本的有出吗？大家别忘记哦，我成本最低在哪里？问的成本都在250块以下，我看好不好？问的成本哦都在250块以下，所以我并没有建议出清哦，我反而是拿手上现有的 MS 来做现股价差。前几天也做了一趟，今天也做了一趟，所以你看，今天建议低阶365做限股冲380，给那个小探15000，跟昨天卖涨停板的是一点冲突没有，给那里这是无本钱的啦，买一张赚15000，买5张偌济啊，对不？那为什么我今天跟他讲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把这个限股冲啊、价差冲这些拿出来跟他讲？为什么？别忘记了，今天大盘是大跌的。盘中曾经跌了150点，现在的大盘在这个位置点，我这么讲好了，不上不下横盘整理，这种情形很容易就来一个什么回马枪，大家懂我意思吧？所以为了避免有可能发生的突然之间的一个回马枪，你比如说反转买一赛，回撤买一赛，弄一赛，所以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啊、哦，为什么我有些股票做的比较短线？
有一些赖好友刚加入的给周老师说，哎呀，周老师我不喜欢做那么短啊，能不能就给我们底部买个股票，然后让我们报一个波段，然后我就每天去逛菜市场买菜，对不对？如果现在大盘16000，我支持你这么做。如果现在大盘17000，你还是可以这么做。可是不好意思，现在是20000点啊。大盘在这个点的时阵，亲爱投资朋友，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大家懂我意思吗？就为什么？好了，我再给大家看千金股的部分。好了，来，给大家力旺，我给我们还可以嘛。虽然不像他的好朋友郁金光拉涨停。但是你要知道，大力光是我在节目上跟他讲很久的股票，我们基本仓都还在，2300多块的基本仓都还在，逢高2600多，我记得2620有出价差了，拉回曾经低阶。好，我问你，最近的大力光你觉得很强吗？我问你的话，你觉得最近大力光很强吗？我不会睁眼说瞎话，我跟你讲，我不会因为说今天它涨了很多啊，周老师今天很强，真吓我啊，前几天都没强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以大力光的操作来讲，我前几天跟他示范过，我们就低阶高卖，低阶高卖，包括像这一笔也是一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了。3月18号告诉会员，我们2500买进，然后今天是不是有高点？我建议2560做价差。今天最高来到多少？2600，我没有卖最高点了，没有。但是我觉得啦，对会员一个负责嘛，对不？18号呗，给大家20号。赚6万块，安尼会使无？就问亲爱的投资们，可不可以嘛？可不可以？你今仔你摕200万、250万来对我租房买一张大立光，咱两天的时间，对不对？两天的时间赚个6万块的价差，请问一下，虽然不一定会费有赚回来了，停哎停哎，我跟你讲，早就过会费都回来了。所以我一直强调说，你今天参加我租房。你千万不要一直满脑子只想要把会费赚回来，那是很笨的想法，因为后面在赚多少你跟我们知道，所以你看哦，今天当然有人会觉得说啊，6万好少哦，啊，周老师如果今天卖了2000，今天是10万的，对，我也知道，那你以为我只赚大力光吗？你们以为我只赚大力光吗？哦，太小看我了吧。来，我问大家好了，最近联发科强吗？你们觉得呢？最近联发科强吗？很烂吧？那麦克风烂透了，的确是不强嘛。那你们知道我联发科最近怎么做的吗？我被火电在上面叫做加减谈还没散的道理了。15号1120买进，低接。18号做隔日冲1170，没追5万。昨天。3月19号 DJ 1140，今天做隔日冲1170，这边嘛无追，好1140买进嘛，这边嘛无追3万，你们帮我算一下嘛，一档这么弱势的股票，对不？按你做隔日冲，接弹5万，对不？结果弹3万，亲爱的投资朋友，我们刚大力光是赚6万，联发科这几天价差又赚了8万。这样几万啊？结束了吗？没有，还没有。所以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赚钱的概念啊？那为什么今天千金股要这么做？我一直跟他强调，因为最近这些千金股都在回撤嘛，你自己看这个四星就好了，对吧？你说这种路法说，哇，周老师我要跟你拼波段，那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对啊，这不是睁眼说瞎话，说哇，说我想做空有可能啊，做多不可能啊，做多不赔死才怪，还想要做波段啊。所以你要理解到说，为什么最近这些千金股，我给的都是当冲或者是隔日冲的一个建议嘛？大力旺是还隔了一天嘛，对不对？你们自己看力旺强不强？你们自己看嘛，有真多代志，免我家己讲嘛，对不？恁家己看嘛。为什么我前几天我力旺我要这么做嘛？你们看，15号2670买进力旺，前天18号做隔日冲，咋办？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拍什么给他逗料啊？
今天多少剩多少？请来投资比今天剩2500哎。我如果那天2770不把它冲掉，我今天很了几天，我倒了20几万呢。你觉得我这样做不错？不，有错吗？有错吗？创意，3月14号买进，3月15号做个日冲，一样1330买进1400，哦，卖出7万。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自己看今天创意剩多少？1300。几点要早班？几点要早班哦？翔硕最近看起来算比较强的就是翔硕了，但是你看他今天就弱了，会不会破月线往回撤季线？请大家拭目以待。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有些股票我之所以会做的比较短，有我的考量点在。你看，像翔硕14号买进2150做个日冲，今天都探早班了啦，好，就比得探早班了哦。19号那一天做当冲，我们看到2330，就昨天嘛，2300冲掉7万。我如果昨天2300不冲，今天剩2200，又是十万，是撩十万，不是探十万哦，亲爱的投资朋友，看清楚哦，今天剩2200哦，昨天2300冲掉的哦。所以今天为什么我周红坐在这边要告诉你，绝佳买点大公开，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如果你的资金今天有500万以上的，你是做得起千金股的。我不是说鼓励你今天哦，周老师，我来参加你的会员，我要来做，我要来做短线。我不是说鼓励你做短线，我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今天我验证了我操作这些千金股的价差，也许隔日冲，也许当冲，我的用意是什么？我要让你知道，就是说，今天我们花100-200万去买一档股票。如果可以拼个波段，当然我 OK， 我认同啊，这个我绝对认同啊。你看，像我们去年，我们讲我们过年前的事情就好，让他看股年。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现在俩几天我拎垮了，来让他光利旺好了。来，利旺有没有做波段？有啊，这过年前的事情啊，我封关那一天有没有看到2月1号全砍啊？全部价差累计含波段120万。翔硕也是一样。封关全砍1950块全砍，有波段啊？谁说没有？连同加码单全部累计起来大赚67万，这种过年前的台积有没有看到？这一月份的哦，这一月哦。其他要不要看吗？哦，有，我找到了，来，翔硕也是一样，都有哦。大力光也是，有没有看到？大力光我们基本上还在了，但是我现在考虑要把它卖掉，我先跟你们讲。因为我准备要转战你所看到的这三只的其中一档。好，我先小小的透露，因为我现在手上还有大力光，但是呢，我认为今麦转战这会比较香一点点，好不好？我再跟大家报告了，好不好？总而言之啊，言而总之啊，好，亲爱的投资朋友，今天我为什么要先分享千金股这三档四星利旺跟创意的最佳买点大公开？因为我希望你能够参与，大家懂意思吗？你大家看我在谈，哇，周老师，你大力光又赚几班？哇，你联发科在做隔日冲也才赚三班。我问你嘛，投资朋友，三班不是钱吗？五班不是钱吗？那就跟他开店做生意赶快嘛。你今天开门做生意，你卖衣服的，你今天一件衣服都没卖掉，我跟你讲，今天是亏死的啊。好不容易卖个一件2000块的，还不够缴房租哎。所以，我们今天做千金股的概念，就像开门做生意一样。也许隔日冲，你看，像联发科安尼，今仔卖到3万，嘛是钱啊。大力光6万，安尼加起来9万安尼，嘛是钱啊。那为什么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绝佳的买点？当然有我的道理在嘛。我们先进广告，等一下回来继续聊千金股的绝佳买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金融献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金融飞天让你旺一整年，发财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鼎业投顾。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再给大家做一次提醒，如果你看我节目，你有买到大宗的，不知道怎么卖的，那卖光让他出力了，不知道卖点在哪里的，加来问；不知道高利该怎么处理的，该怎么卖的，麻烦你加来问，好不好？包括今天我们开牌的台湾民版也是一样，哦，也许你有买，也许你没有买。如果你有买的话，唔知道要哪找好卖点的，麻烦你。扫一下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打电话，按那 SIBO， 好，都可以让你们问了。好，虽然我今天是要公开千金股的绝佳买点了，好，但是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看我的节目，有买了其他的股票，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应该绝大部分都是赚钱的啦。啊，你也自己黑白做做个了解，别再拐我，好，好，反正你可以问了，好，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分享这三档？哦，千金股这么多，为什么先分享这三档？金刚丹嘛，因为这三档是最弱的。你看，你不要看今天四星以为这些止跌的哦，蛮拱拱跳那边哦，我点到为止。真正的买点绝对不是今天，好，跌得这么深了嘛。好，利旺也是一样，我不会因为我已经出清利旺，哇，一副好像风凉话，我还是要告诉大家，这种股票爬得来，就我的看法，它还是有机会的。我昨天不是有讲吗？别忘了接下来要出席。这里面这三只里面最弱的就是创意，什么线拢破了，什么年线啦、季线、半年线啦，某几条线冻掉的啦，这么明显的头部啦。那你说这个打下来能接吗？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些千金股嘛。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说我要把这三档股票的绝佳买点？当然，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档比较贵，这是第二贵，这是最便宜的。好，当然，如果你的资金够的，就像我讲的，你资金有500万以上的，我相信，好了，也许买四星有点捏啦，我爸爸买几张四星，对不？除非你融资，其他的一般买个两三张还可以嘛。好，好，不管你今天属于哪一档，我今天给你的都是一个最佳的买点，等于就是要告诉你的啦。我大概哪个点位我要开始带会员进去嘛？所以你看哦，这三档股票，当然为什么我今天先挑这三档？我刚刚有提到过，因为这三档目前是最弱的，看起来是很弱，但是就我的看法，黑的跟他北叔没跟他讲，等于看那个绝佳的机会点，大家懂我意思吗？你记不记得当初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抄底大力光的事情？记不记得？我问大家好，之前大力光是不是很弱？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里要抄底，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2350这边要买进，而且还做波段？为什么？吴先生 ，call 讯我没有带出来了，其他的给你们看没差，隔日冲的啦，当冲的啦，这还不包括后面做的哦。
好，我这是统计到2月26号，在这里对不对？记不记得材料？专市场上低量给您报的，对不？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很多股票它拉回的时候，当然对于套牢的人来讲，他觉得说哦，套牢啊，我起码那些心思可以看什么最佳买点。但是对于手上有钱的人、空手的人来讲的话，哎，这种机会不是大家有的呢，大家懂我意思了吧？所以我今天呢，先分享好不好？加入赖好友震撼分享这三支，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好，也许你看我之前在做这些千金股都是云淡风轻、了无新意啊，利用穷雕啊，做隔日冲动博啊，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喽。现在情况不一样，因为这些股票它一旦跌升完之后，有没有可能浮现一个绝佳的反转买点？这种反转点就很像当初我抄底大立光、抄底材料的道理是一样。记不记得我 M34 也是很低点就叫人家买的，是不是抄得很漂亮？要对上走，赶紧修嘛！好了，有任何的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都非常欢迎可以拨打我们线上的咨询专线，当然也非常欢迎可以加入赖好友咨询。节目最后，预祝所有的投资朋友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